家好，我叫范诗芳草，来自越南。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向大家展示我的书法作品。今天我选择友谊这两个字来作为我的主题。这个主题寓意着以友谊之心与世界相拥，旨在传达友谊跨越国界、超越种族的深远意义。作为一名越南留学生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、越南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，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友谊的力量。在中国结识了许多朋友，他们给予了我无尽的帮助和支持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友谊，我才能够顺利地学习和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。通过我的书法作品，我想表达友谊的真挚和美好，以及友谊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力量。友谊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关爱，让我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互相支持和鼓励，让我们在彼此间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感情。友谊让我们相互了解，也让我们相互包容和尊重，这是中国和越南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。最后，我希望我的书法作品能够带给大家友谊的感受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和我是否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，我们都可以通过友谊相互理解、支持和帮助，让我们以友谊的力量共同构建一个和谐、包容和进步的世界。谢谢大家。